孩子，自己去扔尿布了，扔地下就行了，扔地下，扔地下，要要要，放地下就行了。嗯，很乖，走，卡卡在，卡在餐厅，卡在，嗯，过来，好了，哎，个踩的车呀，卡在，过来，扔着就行了，妈妈给你扔出去，来走，来走，你看都不愿意，还非得要扔出去，我给你扔出去啊。啊，再放这里啊，啊，放这里啊。啊，放这里，放地下吧，扔地下去。走啊。嗯。嗯，不行啊，那妈妈给你扔出去了。嗯。妈给你扔出去。你自己这个尿不知道往哪扔了。你在这坐着冷不冷，张学友？卡子，我们走吧。现在就是给他说，让他给哥哥拿个尿布来，他都知道了，现在都听懂了。然后让他把这个尿布扔出去，他自己也扔出去。现在也会开门了，我们没办法，就有的时候他总得自己跑出去，我们就弄了个这个堵着，他就出不出去了。哎哥，回来啦，回来啦，还是没，还是得想让他那个尿布，看看你的尿布还在这儿没。你再坐着，你找个土把它埋了吧，把这扔了吧，我给你扔了，妈给你扔出去啊，很好，真好。悠悠你进去吧，你不要动这个了好不好，妈去给你扔了好不好。嗯，我们悠悠妈去给你扔了哈，张世阳你不要走了。你这是干啥呢？哎呀，穿的爷爷鞋呢。哎呀，你这厉害了，你这鞋你能穿上爷爷的鞋啊？你这像小猫穿皮鞋啊，每个他都得试一下，那你试试吧，你弄好之后给爷爷扶起来，那你穿上去，从这面穿，穿错了，你看看他秀这谁啊，他秀这镜子里的是谁啊，上次给他买的小鞋儿估计也穿不上了，得穿这个鞋了，看着这一堆的鞋都穿不上了，也穿不上了，咱进去行不行？太冷了这里。走啊。走。得了哥，走啊。走啊，走，咱回去，这太冷了。行啦，别动这鞋啦啊，乖乖，走吧，都得掏一个遍，你看看，他知道发出声音来让这个灯给亮，看，坏了这灯，啊，现在好啦，走啊，走啊，卡皮的呀，我的，卡皮的，卡着，走啊，卡皮的，不走啊，你又亮了，又灭了，啊，亮了，走，真是要卡着，这冷不冷？真是要走，卡着，我这边卡皮的，珠宝的珠宝，哇。这是中国呀，这是我们的大中国，是妈妈的故乡，也是张世安张世佑的家乡，不能算是他们的家乡，因为他们不是在那边出生的，应该算他们的祖国。希望我们安安悠悠以后能回中国为中国做贡献，我们悠悠可以去，哎呀呀呀呀呀，怎么还摸哥哥头呢？啊，红土地，云南红土地，你下来吧，张世佑，劈死你了！反正摔着是摔着你，不摔着我哈。哦吼！哦吼！哦吼！来你嘎！哦吼！哦吼！后边来！哦吼！哦吼！
推了个。那个冬奥会差点家破人亡了，天天我俩吵架，吵的啥我就不在网上说了。哎呀，我喝了你哥，差点给他这个那个啥了。不是看在孩子的面上，我就把他给踢了，我不要你了，这。哎呦哎呦，嚯嚯哦嚯，你搞什么家伙呢啊？哦，不。呼哈姐，呼哈姐，哎呀，真是希望这两国人民友好。昨天还看了一个电视的一个节目，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教授吧，应该算是以前驻中国的什么什么，我忘了哈。他就在分析中韩的关系，就说中国现在对韩国很多事情都很友好，然后就是说这个应该这个维持好两国的关系等等等等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吧。有人说这个有个韩国教授说那个什么什么农历年，其实我觉得那是代表个人的看法吧。总体来说，韩国人民对这个中国人民还是很友好的。你看想回中国，你看他，所以就很多韩国人对中国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因为我的很多学生吧什么的都特别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什么，但是就是很多媒体都给带跑偏了。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之前一直没发声呢，就觉得这种事情的话我最好还是不开口。我周边的人对这个，你看现在正在这个放这个中国云南的这些旅游啊什么的，然后说中国人民对韩国人很友好等等等等的，毕竟是有一少数部分哈，无论在哪里都有少数部分的这种的人的这种的坏人嘛，算是啊。下来，你下来。我觉得我们安佑佑以后肯定会成为中韩文化的使者。那小孩，什么玩意儿呢？啥？龙须面。不会做。松鼠鱼。松鼠鱼我也会做。下次做你吃。不会。松鼠鱼我也会做。刚才这爷俩看中国好吃的那个干辣子都流到沙发底下去了，说想去中国。看到好吃的都忍不住了。刚才他们拍的那个叫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云南的。现在在放这个叫长江街。长江。哥。刚喂完孩子吃饭。你不让爸爸看了，拿过来吧，给我遥控器。在这干啥呢？这是。这孩子一天一个样。哎呦，现在我这拍视频不好拍了，为啥呢？因为又有老抢我手机。사람판다를보자도뭐그닮았다여기나는사람처럼 아마마마마마마유유今天这个语言大爆发啊，吓死我了。今天会叫妈妈。拜拜。再见。
再见，长姐。再见。再见。再见。你快走，把你卡了过哈。母呀，哦母呀。问他爸爸后边的是啥？母呀，母呀。母呀。가더라도내물건을챙겨가야지再见啊再见우겨줘그자再见啊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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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扎屋里卡扎一直卡扎休息卡扎再见再见卡扎走啊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上面给你锁着呢你看你能打开吧你在这儿待着吧我们走了哈我走了哈不跟你玩了哈拜拜你俩干啥呢走啊卡扎好了好了宝姐再见再见再见长兄再见啊再见给我都给转晕了这俩孩子사실사실